刚站在青春的起跑线，有的人已走远，挥挥手我们相约在终点见。同样看过春夏秋冬的眼，同样怕你的脸，只是中间隔了几十年，相看两不厌。这不能停下的脚步，配合这一分钟六十秒的速度，这不曾停下的心跳啊，在人生起伏中共度，被岁月拉长的孤独，感谢你默默的付出。人生啊，我们都是初来乍到的一生，感情啊，我们都是一直拦截的好梦，家人啊，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簇拥，幸福啊，我们都是抱团取暖。赶快把他送到房间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你们放开我！婆婆，我要去找我家狗仔。婆婆，您别激动啊！婆婆，放开我！我要去找狗仔。婆婆，狗仔。婆婆，小梅。婆婆，我要去找我家狗仔。小梅，狗仔，小梅啊，狗仔。小梅，小梅啊，你很想念狗仔，乖。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需要时间做自己的事。你是他最亲近的人呐，乖。婆婆把那个男孩错认成他的孙子了。他把那骗子当他孙子。安静，骗子。安静。情绪这样波动下去，血压太高，要尽快让他平复下来。要不，我去把那个孙子再找回来，我试试吧。三厂哥，三厂哥，哎呦，你就开开门呗，你还怕我呀？你一大男人。三厂哥，你们俩啊，就跟这守着。
你怎么来这儿啊？哎，你怎么有我们家地址啊？你爷爷入院登记的呀。打你电话又不接。我爷怎么了？你爷爷没事儿，我来找你是因为你奶奶。我奶奶？就是桂婆婆，你还记得吧？ 就是在养老院把你当成他孙子，教你狗仔的那个，他现在一直哭着吵着要见你。不是，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跟他说我死了，晚上托梦给他。我倒是想这么说，但我没法这么说。他孙子真死了，而且是他自己不小心摔死的。 那这跟我也没关系啊。你有没有良心？我不是没良心，是没时间。你看看第一啊，我这脚崴了，行动不方便；第二呢，我们公司对这个业绩的要求非常的高。我陪你装一宿孙子，明天我还上不上班，挣不挣钱了？说到底还是卖保健品的，只看钱。废话，那没钱你们养老院让我爷爷免费住？ 干嘛呀？就这么多了，能不能装孙子？走。那瘸子跑那么快？桂婆婆的孙子5岁的时候出了意外，因为这件事儿，她儿子儿媳妇。 跟他的关系非常糟糕，现在又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，把你错认成他的孙子狗仔了。我看着像5岁吗？可能在桂婆婆的脑子里，这个孩子可能一直在长大吧。慧姐，你别跟他废话了，他这人就认钱，有钱就是孙子。小妹，怎么说话了？闭嘴。 婆婆，哎呀，狗仔，哎，冷静一下，不能激动啊，安静，安静，收钱了啊，不能激动，一激动啊，血压又上去了，你要不听话，我可让狗仔走了啊。好，我听话，我听话，来，狗仔，哎，快过来，快到奶奶这儿来，狗仔，奶奶，狗仔，狗仔。 狗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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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不认识奶奶了？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在活着的时候见着我奶奶。那奶奶喊你，你怎么就跑了？啊、我爸哭出来，狗仔，狗仔。 狗仔，怎么都不哭了？狗仔，你知道吗？奶奶想你，我都快想疯了。我也想你啊，我想你。哎，狗仔，你等着，奶奶给你看样东西。看，你看。 狗仔，看，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。奶奶想你的时候啊，拿出来看看。这是我？是啊，是你啊。<笑>你想象力可真好啊！快烧好了，烧好了。狗仔，你妈她还生我气吗？不气了，早就不气了。 真的啊，真的，他还让我给您带好呢。是吗？啊，哟，好好，哎，那你也替我带他好啊。好。哎呀，狗仔啊，你要回去啊，跟你爸爸妈妈说，让他们别担心我啊。哎，
他们这儿的人呢，对我都特别好。你老实待着啊。他们真的特别好。哎，小妹啊，小妹，来来来来，快来！来来来，你快来啊！来来来，来啊！快来快快来，小妹，快来，过来啊，过来！狗仔啊，奶奶呀，我一天到晚惦记你的终身大事，我一天到晚东找西找，你看，咦，终于给你找到一个好媳妇。这媳妇儿中，我挺稀罕的。你这好好好好，奶奶找的还有错啊？不仅模样好，哎，好生养，还真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小妹，来把这个带上。啊不，这太贵重了。不是，这个我就是给我孙媳妇留的。带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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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看好看，漂亮吧？带上带上，我就是给你留的。嗯，好看吧？我看看，多好看呢！你活该！这，你可是收了钱的，要包售后。200块钱，八千呗。顾三爽，奶奶，哎，镯子挺贵重的吧？那是，给孙媳妇留的还能差呀？这可是祖传的。祖传的，给不给？快去！孙子长大了，真帅。奶奶啊，这小媳妇吧，毛手毛脚的，到时候再给拆了，咱们等结婚时候再戴。哦。结婚的时候再戴啊，那时候多好，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结婚时候戴。小妹啊，咱们结婚的时候再戴啊。婆婆，哎，狗仔你也见着了，现在该休息了啊。您把身体养好了，才能让狗仔放心，不是？嗯，是有点困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嗯，哎，那您歇着啊，我这。哎，狗仔，狗仔，你回去。跟你爸爸妈妈说，嗯，奶奶以前不懂事，我犯错误了，都是小事，奶奶一定改正啊，嗯，我再也不敢了啊，听到没有，狗仔，你跟你爸爸妈妈说，奶奶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小伙子，哎，很感谢你。耽误了你一夜，赶紧回去补个觉吧。哟，这点儿我直接上班了。哎呦，那太不好意思了。没事没事，小妹，赶紧送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要和慧姐回去填个表，你等等我，咱们俩一起回去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哎，慢走。嗯。哎呦！一家人，关系户啊！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会因为这事儿不收钱吗？一分钱一分喜，你给了我片酬，这演技，这才走心嘛！200。穿个瘸跑一趟，就能挣好几百。不要脸的钱是好挣。现在商演都是这个价。再说了，你想让老奶奶看见我受伤的样子，还装瘸？还有点良心呢。哎，我可没良心。这生意就是生意，你给我钱，我负责表演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呢，以后要是有角色还来找我，文艺片也可以。走吧。
吓你一跳。小妹，你会画画啊？小妹，小妹，你给我画一张。我这瞎画着玩的。你给人家呢？他们那，你看，啊，下棋呢。你看，你跟他们玩去呗。你给我画一张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能着急啊！我一着急，我喘不上气儿，我憋得慌。画画画。哎，你给我画好看点啊！你怎么不长好看点呢？你这叫什么画呀？你往年轻画点就好看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人家都叫我梅兰芳。人梅兰芳那是个小圆脸，梅兰芳有时候也是长脸，他一瘦就是长脸。人家都说我从鼻子往上，长得像梅兰芳。我努力。哎，你管急了，行，你说今天咱们再来。哎，去去去，小事儿。哎，躲开躲开。画儿，嗨。这画真是他吗？哎呦，挺像的，比他本人漂亮多了。他多难看呀！你这不是，这真的，哎，挺好看。来，请，哎，来，小妹，哎，给我也画一个。喂，小爱同学，来了，画完了，完了，你现在已经画完了。来，给我画一个，就给我。哎呀，我这么多人哪画得过来啊？别跟着凑热闹。你慢慢画，你给他都画了。你说你犯病。哎呦，我这你犯病了，这个。张叔，你管管他们。哎呀，你跟我们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样，这是我们让他，给我们画啊。小妹啊，哎，这样，安全第一，你还是给他们画画吧。对，院院会出人命的。好，那咱们先从石大妈开始啊，来。你别说，那小妹你画的真漂亮，你哪那么漂亮，多难看长得，真是的。哎，画你了，画你了，来。哟，梅兰芳，这梅兰芳，梅兰芳，相貌镇定，真看不出来，这么小一个小姑娘，还是个大画家呢。真是，我初中就开始画了，画了十来年了。哎呦，这画的好，哎呦，你蛮好，怎么画都漂亮。小爱同学，正面都漂亮，你看没有？有哎，左山雕，真像。左山雕。小妹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吧，奶奶。我要说的是件严肃的事，我要把养老院交给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您最近变得很强势，强势的我已经快受不了了。我最近日子已经够乱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搬出去住了。我知道，不管我多大，在您眼里都是个孩子。但我已经23了，奶奶，我有权利去掌控自己的生活。当然，您也是替我操心、替我考虑，怕我以后无依无靠的。但这不应该是您为我做主的理由。奶奶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时代已经变了。不一样了，不是您那个年代了。我不一定要会做饭，要会开车的，我甚至不一定要会上班。我只要有手机，有电脑，我可以搞定一切。所以我只是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一件真正能让我开心的事情，行不行？可是，有可是，奶奶，我觉得我一定能过上那样的日子，我有信心。所以我希望您对我也有信心，行不行？我只是想让你试一试，可我就是不喜欢冷门。
就算我逼你行不行？如果说不行了，随便吧，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。收拾一下这个郭老家伙。为什么呀？你要修理他？这个郭老家伙拉山头解帮派，抢我女人，我给他死磕。李院长就不是你的女人？分分钟钟，分分钟，分分钟。北京奥运会那年你就说分分钟，那时候你还年轻，才60多岁吧？现在呢？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回去睡吧，睡吧。我不再用明日复明日了。侯老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素芬，还没睡呢。是，你怎么还没睡呢？你看看都几点了。明天，把生活作息时间表给我抄一份，交给我。你和长生是不是又在开秘密碰头会了？没有，长生早就睡了。睡呢？我想，想你，想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。我之前说什么了？你说你喜欢那个苏联歌曲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元旦联欢晚会，你不是说了吗？真是难为你了，还记得呢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让207的老吴下载了一首苏联歌曲，给你留了一份，在你桌子上摆了一个那个 U 盘，一个那个音箱，你把那 U 盘插在音箱上就能听了。怎么，不喜欢？喜欢侯老，谢谢你。苏菲，我得谢谢你。我来养老院10多年了，我可真没有把这儿当成养老院，我当成了家。我漂流了70年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幸运。我知道。我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帮好哥们儿。
思飞，听到你的笑声，我太高兴了。好几天没看到你笑了。哦，那是我压力大。苏菲，你别老为他们操那么多心了。你得照顾好自己，这养老院，你是最重要的人。不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侯老，没有我，你们大家都会好好的。那不行，没了你，这里就不能叫阳光之家。没有我，还是阳光之家。贵爷，这是花店送来的，指定要交给您。哦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哦哦，那给您。谢谢吴院。哎呦，客气了。哎呦，呵，谢谢吴院。几只呢？这你让我怎么拿出去啊？天下爱情，唯快不破。既然你已经答应了，就让慧姐带着你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吧。我已经很熟悉了。闲逛的和管理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那既然是管理者，就应该给我管理者的权利。什么权利？免责权。既然都说是试一试了，那我就不应该在尝试的过程中受到惩罚，这很合理。那就试一天看看啊！来，小妹跟我来，走。人间笑何边。小妹，你奶奶呢？这首歌就给奶奶唱的。继续。老人们上午、下午都会有充分的时间过来活动。这里是住宿区，一半是单人间，一半是双人间。安排同屋的老人啊，一是要自愿，二是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习惯的融合跟互补。每天晚上夜班巡视有四个时间点，第一个时间点呢是晚上7点，第二个时间点呢是晚上11点，第三个时间点是凌晨2点。哎呀，还有第四个时间点呢是早上5点。这个养老院，普元家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家一直在赔钱。来，爷爷们打个招呼。来，听着我，听着我的。小妹，我叫艾迪。这视频要让家属看见了，可能会有危险。而且这是住宿区，会涉及到老人们的生活隐私。至于？至于。这饮食卫生是重中之重，每天早上都要过来检查当天采购的食材。这是一周的食谱，你看一下，会根据个人做出调整，也会考虑到老人的忌口。这关于老人们的事儿啊，件件都不是小事儿，他们都为子女操心，付出了一辈子，我们照顾好他们也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。吃
这种大龄，你真早该淘汰了。就是旧了点，但老人们在这洗澡很方便啊，空间大，安全设施也很齐全。师傅，这男浴室什么时候能修好啊？还得下午呢。还得下午啊？嗯。哎。快点儿，我等好长时间了。我不是啊。快点儿，待我修薄一点就行了，别弄乱我的发型。这已经没法再破坏了吧？怎么样，爷爷？这个我不要。这搞得像沙和尚，不要不要！这回可以吧？这什么东西？这回总没问题了吧？嗯，这个我喜欢。张叔，哎呀，别装了，开门啊，张叔。张叔，张叔，张叔。爷。哎，这花怎么还没送啊？你抓紧啊！你这妈，我今天丢人丢大发了，听着你得像个傻子一样去送花，让那个老侯给秒杀了。他凭什么呀？他会唱歌。唱歌谁不会？想着您，这牌子挺贵的，唱的跟演唱会一样。这养老院还出这种老头？他都在这住十几年了，根深蒂固。那您稳赢了呀！这林院长一看就不是那种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的人，这十多年了都没动静，结局早已尘埃落定，他呀没戏，没戏，多虑了。哎呀，就这点事儿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是很有实力的嘛。我真是操碎了心，感到无力，需要休息。一身的汗臭味，洗个澡再睡行吗？你要不我怎么睡呀？行啊。洗不成喽，臭着都。行行。你上这里边洗去。调皮。养老院压根儿就没几个女的，白天根本就没人来。你进去吧，我在这儿给你把风。把风？就是把门。爷爷亲自给你把门。有人吗？哎呀，进去进去进去，快点进去。我看好了。没人吧？不是，爷爷，你给我看好了。看好了，母苍蝇都不会放进去。小梅太儿戏了，我真是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有想让她接班的想法。但确实欠考虑。我相信。他会成长的，只是需要一些时间。告他去，多告点才好呢，最好把我开除了。喊什么呢？呀呀呀呀呀！啊！你这都什么呀？我这是长寿保健汤啊！哎呦。那个，你
现在就去找我奶奶告状，说我刚才故意撞的你，啊，故意的啊！郭爷，郭爷，林院长有事找你。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我听见了。啊，林院长，郭爷说他没空。别瞎说啊！我这就来了，这就来了。哦，他说他就不来，就不来。出去，我转身了啊！哎，我转一半了已经。你转啊！变态！小梅，你刚才进去了。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哎呀，小妹把你怎么了？我不敢讲了。你别伤心，别有啥想法。爷爷就不在现场了，爷爷在外边等着你啊。你来了，啊，还好小妹也在。哎呀，慧婆婆已经好几天没有出去了，指明让你们两个去陪她，否则她哪儿也不去。哎呦，拜托了啊，顺着她点，千万别刺激她啊！来来来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一起呀！贵婆婆，您看，就这院子里转一转多好。不，我要上公园去玩。我要去公园，走啊！甘蔗蜡烛上的数字删掉，伴随着身边来往的欢闹，时间像生日蛋糕，一刀一刀被层层围住的新老朋友分掉。最初陪我吃蛋糕的人，你的白发又多了几根，每次送来的祝福都那么认真。最初给我唱儿歌的人，你总是不嫌弃我笨，
一遍遍的叫我直到夕阳时分。算一算你曾陪我的时间是很多年，而我陪你的时间每年只有那几天。想一想我们去上里多很久未改变，从不舍到疏远，牵挂被分割成碎片，才发现你的耳朵已经渐渐听不见，而我的记忆还停在你年轻时的脸。翻一翻错过的那些年，才恍然发现回忆的终点，才发现你的耳朵已经渐渐听不见，而我的记忆